亲爱的，你学姐的老公出轨了。学姐，你怎么知道？他出轨的对象就是我。你自己有何苦？为什么还这么做？我倒想看看你这样的人发起疯来是什么样子。为什么？他要的不过也是利益而已。李墨尘，我们只是假定婚，但是你不应该伤害我学姐。怎么回事？这副身体为什么会是宁墨尘？难道他只有和苏雨绑定才能在宁家立足，报复叶云开？姐姐，你别挖火自焚。宁墨尘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，你该尝试一下被人背叛的滋味。你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我的身体好用吗？我要把一切砸得稀巴烂。贱人！即使你拥有白丽的身体，你永远都是宁墨尘。你凭什么看不起我？凭什么？够了！也许现在的你，才是戴着面具的那一个。